雪池。宗主，教主，快启动雪池，为宗主蓄力。您为什么会这样？我大哥在他身体里下了血术，必须每个月以鲜血蓄力，否则就会被血术反噬而亡。我不要饮血，我不要。你不要再任性了，你就要死了。喂，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你别问了，跟着我就是啦。丁大哥，这是我替你做的，我想送给你。怎么会有两个？一男一女嘛。以前你和小鱼嫂子一起放过许愿灯，放上了蜀山，最后还是被我捡到了。你怎么了？是不是想起魔宗那个女人了？唉，我脑子里还是一片混乱，经常会出现一些零碎的记忆，但那些记忆出现的时候，我想找寻他，他却一溜烟逃走。我不知道自己是谁，连过去也不记得什么了，只记得一张脸，但没想到那张脸的主人现在却想要我的命。其实我也跟你一样，我常常努力回忆我爹娘的样子，可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有时候啊，我就在想，我的出生是不是一个错误，所以我爹娘才不要我。你可千万别这么说，虽然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怎么样，但是恨命别怨天，我们的命运会掌握在自己手里。看，你不也懂这道理吗？正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嘛，能说服别人却不能说服自己。既然这样，我们就让许愿灯帮个忙，把烦恼通通都带走。到你了，丁大哥，来。丁大哥，你要答应我，若是你想不起过去，那就轻松地面对未来，留在蜀山好不好？你们两个这么晚在这干什么呢？掌门，拜见掌门。
我蜀山弟子里最有闲情逸致的，恐怕就是青云你了。掌门，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我今天到栖霞峰来，是为了找丁隐，跟我去喝杯茶。我？这次从阴风谷回来，想必你有很多疑问，但问无妨。赤魂石是什么？为什么会在我体内？赤魂石是天下治邪之物，是蛮族一人元神所化而成。当年我和绿袍争斗的时候，赤魂石碎裂，有一个元神遗失了，落在了你的身上。可是为什么会是我？因为你是六星之子，是赤魂石天然的容器。容器？你和赤魂石相互吸引，上次我和绿袍在太原湖大战，你突然出现，赤魂石被你吸入体内，也就是那一晚你失去了记忆。怪不得我总觉得身体里面总有一股奇怪的力量。赤魂石能使人功力大增，无人能敌，但是物极必反，稍不谨慎便容易走火入魔，所以我们才会对你有所隐瞒，替你取名丁隐，希望你在一个没有太多压力和欲念的环境中间隐藏你自己。掌门，是我冒昧，这个赤魂石我不想要。为什么？天下人对赤魂石都趋之若鹜，即便是不惜一切代价都想要得到它。就是因为这么多人想要这个东西，才会引来灾祸。是丁隐也好，丁大力也罢，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这么多年，你是我第一个见过拒绝赤魂石的人。只可惜赤魂石已经融入你体内的血液之中，已经合为一体了。我蜀山之大，没有人比你更适合承载它。这个东西魔性这么强，万一我真的入魔？丁隐，正邪只在一念，道高不如人心高。你天性纯良，现在就如一张白纸，没有被任何的邪念污染。赤魂石放在你这儿，反而是最安全的。掌门，我蜀山守护赤魂石这么多年，我诸葛玉我作为蜀山掌门，恳请你担起这份责任，承载好赤魂石。掌门为什么觉得我能担此重任？我连自己是谁我都不知道。天下的万事万物无非有一个我字，丁大力已是过往，你不如重新磨练自己，做一个全新的丁隐，这样岂不是更好？掌门说的也有道理，我就暂时答应您，但是如果您找到更合适的人选，您答应我要把他取出来。好，我答应你。你要记住，放下执念，究竟自在，对任何事情都不要过于执着，我相信你定有一番作为。是掌门。哎呀，你放心吧，我早就打探完了。这百草峰上面的首座百草仙人呐，拼命的修炼丹药，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再说了，这百草，这百草峰上面这么大，我们只是捡点草药而已，能有什么大事啊？你干嘛？紫英对你那么冷淡，为什么你还要尽心尽力帮他找药？你这么说，神仙姐姐可就不对了。现在呢，她的脸被魔宗的人给毁了，能没有脾气吗？再说了，一个小姑娘偶尔发发脾气也是正常的嘛。我跟你说，这百草峰上的草药这么多，咱们只要随便找到一点点，把神仙姐姐给治好，她以后啊，一定会对我百依百顺，感激不尽。万一人家不领你的情呢？哎，丁大哥，
这一路上你都在说泄气的话，能不能鼓励我一下？青云跟我说过，如果一个女人喜欢你的话，什么也不用做啊；如果不喜欢你的话，做什么也没有用。青云这个丫头片子懂什么啊？神仙姐姐喜不喜欢我是她的事，那我对她好不好是我的事，你帮不帮我采药是你的事啊。不就采个药吗？丁大哥，你过来看，这不是我们刚刚留下的记号吗？是啊，这说明我们一直在这个林子里面打转。我们迷路了。是。师傅，你要的人参我们已经抓到了。什么点点人参？只要沾了人气，都会聪明异常。可还不是被老子的徒弟给抓来了？人参娃，你这回可躲不掉了，老夫要拿你切片入药了。东山山草，我让你们找的千年人参呐，啊，这怎么给我找了这么两个家伙啊？您真的不能动手，百草师叔，您听我说，你想一想，你想想就会后悔的。百草大爷，百草大仙，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你就行行好，放了我们吧。我呸！老子好不容易集齐的药方，就差这一味千年人参，现在倒好，居然给你们两个混蛋给吓跑了。不就是一个破人参吗？只要你放了我们，我赔你就是。你赔啊？好，我就要他，我要拿他，嘿嘿，切片入药。夏草，拿刀来。哎，你们要干什么？他是人不是参啊，你切了他也没用。我要先切他的头颅。哎，等一等，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可是掌门钦点要保护的人。我当然知道，他就是我掌门师兄发现的六星之子嘛。啊，我这个人呢，哎，这辈子什么都不爱，唯一喜欢研究机体，越是奇特的病例我就越想切开，否则我就寝食难安呐。嘿嘿嘿，听说这小子的体格比较特殊，又有赤魂入体，像这么稀有的材料我已经垂涎很久了。你敢？要是掌门知道的话，说不定把你大卸八块呢。我告诉你，臭小子，整个蜀山都得靠我治病，掌门他也管不了我。切，反正切的不是我，你尽量切好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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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啊，我成全你，我切就切。呀，我这是先切哪儿啊？白色老头，放了他，要不然我就把他砸了。喂喂喂喂，你干什么你？那是师父的上品紫灵芝，就剩下这一根了。啊？不用，不用。哎呀，这就好办了。白三老头，咱们俩做个交换行不行啊？只要你放了我丁大哥，我就把这灵芝还给你。你要是敢动我丁大哥一根汗毛的话，那么，嘿，我就吃了它。啊？嘿嘿嘿嘿，值值，你值，你就算吃了它，我也能从你的血里挤出来炼药。
简单，我就用尿泡了它，看你能不能炼出药来。喂喂喂，哎，等一等。算你狠，给我滚！哼！哎，等等，哼，哪有那么简单啊？嗯，白色老头，把你这美容养颜的灵丹妙药都给我拿出来！我，你还得寸进尺了是不是？啊！不行不行不行，我别动！行行行，我给你，拿来，拿着我的药，赶紧离开。以后不许靠近我的药田。走吧，丁大哥。多谢了，白桑老头。喂喂，我的药！师傅，就让他们这么跑了。这小子，鬼头鬼脑的，反应还挺快，身手也不错。以后要是好好培养。说不定日后能成大器。神仙姐姐，神仙姐姐，你快开门呐！我再说一遍，我不想见到你。神仙姐姐，上次是因为我嘴笨说错了话，但这次我再说一遍，你给我滚！神仙姐姐，如果你不想见到我，那么我可以走。但是，你一定要记着好好的上药，这样呢，你的脸才能够康复。等你回到了原来的样子，我只要可以远远地看着你，那我就心满意足了。刚刚是谁惹的你这么大火气啊？啊，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哎，爹不是让你在界灵峰受罚吗？你怎么来这儿了？我跟师父告了假，来看看你，只能待一个时辰。哎，玉鸡散，这可是百草师叔的良药啊，他从来不给人的，怎么会在你这儿？我刚刚在……你刚刚为了我去求他了，是不是？大师兄。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没有，我谢谢你啊，大师兄。只要你平安无事，我就最开心了。没想到诸葛与我居然同意教丁隐武功。既然他兵行险招，我倒要看看他要如何作茧自缚。宗主，要是那山中人传回来的蜀山消息
那诸葛玉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还留有一处眼线，蜀山上上下下的一举一动全都在我掌握之中。要没什么事你下去吧。宗主，难得我们单独在一起，我想多待一会儿。爹，女儿见过爹。看来你的伤势倒是全好了，这么快就活蹦乱跳的了。多谢副宗主关心。爹，女儿这就启程去协助护使采血，特来向爹告辞。你去吧。是。宗主，何必总是这么器重他？这个世上除了血缘，还有什么更值得信任的关系？那可不一定。再说了，这丫头的武功也不过如此，天域高手如林，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可以再帮你招揽几个难得的人才。玉儿的作用不在于武功，她除了那张脸跟丁颖死了的老婆一样，还有什么过人之处？一个棋子奥妙之处就在于高明的棋手出下之时都不知道他是制胜的关键手，现在也只有玉儿才能够从丁颖的手上拿回赤魂石。你要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们之间不需要藏着掖着。我昨天见了哥哥了。金我，我们二人已经来到中原有一段时间了，你一心要取赤魂石我没有意见，但你不要忘记大哥要我们来的目的，是来拿南明离火剑的。这是我自有分寸，你不需要拿它来压我。但他在你身上放入的血术，你还记得他在我身上下的血术？我现在变成了人见人怕的吸血鬼，不都是拜你那秦大哥所赐？大哥他也是为了救你啊。救我？救我需要在我身上下血术吗？我现在每个月都要忍受血术反噬之痛，仰赖他人的血我才得以生存，他根本就是想借此来控制我。对，我哥是有私心，但是以鲜血为引，成就你练得如此强大的内力。世间万物有利必有弊，不管怎么说你现在还活着。是，我还活着。我不但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我也不怕告诉你，我已经派了九毒加紧炼制金蚕术，一旦炼成，我就能自行采血蓄力，彻底摆脱他的控制。
不行，我不同意。你为什么不同意啊？掌门都同意留他在栖霞峰学武了。我们栖霞峰只收女弟子，不收男弟子，这是祖师爷留下来的规矩。哎呀，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你说你们蜀山哪来那么多糊涂的祖师爷？放肆！啊，不可以在这里胡言乱语。小茹前辈，我丁野无意破坏栖霞峰的规矩，但是在蜀山里面，我最敬重的就是您，我只想拜您为师。既然如此，我就去跟掌门解释，让你另觅良师。师父不好了，妙玉师伯又醉醺醺的闯进来了，我们拦都拦不住。这不是还没到月末吗？这个死醉鬼又来这里捣乱。月末和闹事有什么关系啊？月末，师伯，师父说了今天不见，你也不能这么硬闯栖霞峰啊。哎呀，我告诉你啊，我本事大，我就要闯。他说不见我，他有本事让他亲自跟我说。妙一，栖霞峰岂容你如此放肆？小茹，我还真等不及了。摆剑阵，是是是。哎，又来这一套啊！行行行行行，我今天请你们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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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酒。再来，哎，我就脱裤子给你们看。吓死人了！妙一，你身为蜀山长老，怎么这么威老不尊？我心里坦荡荡啊，我有什么羞耻？师傅，你怎么这样啊？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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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醉鬼，你喝醉了酒也不能来我们栖霞峰捣乱呢。我要是不跟你捣乱，不跟你耍无赖，你能见我？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只要时间到了，我自然会去找你。哎，天底下哪有这样的规矩啊？啊，夫妻一个月只见一次。哎，小茹，我想死你了。这个死醉鬼。哎呦。哎，他们还真是一对冤家。他们是各峰的长老，脾气一个比一个大，谁都不肯迁就对方，搬到一起过日子。所以师父就立下规矩，每个月只能单独见面一次。但是每一次师伯都等不及来闯殿，最后就大打出手，我们都看习惯了。喂，你妙一师伯，鹰眼，我想拜入小茹前辈的门下，可是因为规矩的关系，我被置之门外。要拜师是好事啊，这小子资质不错，你为什么不收他？自古我们栖霞峰就没有收过男弟子，难道新城还比不上冷冰冰的规矩吗？好，说得好。道大不算大，人情比天大，你就乖乖的把他收了吧。啊，是啊，这是我们栖霞峰的事，你天门峰啊少管。哎，你给我回来吧你！过来吧你！干嘛你？这么多人！行行行，弟，赶紧拜师啊！赶快快拜拜拜！快快快拜师啊！弟子拜见师父。现在多好啊，皆大欢喜嘛。我告诉你啊，你收这个徒弟啊，保证你不吃亏。好吧，明天早上来大殿，跟青云一起上早课。是。丁隐天资不错，是个练武的材料。他既然和栖霞峰这么有缘，我看
由你来做他师父最为合适了。掌门，你是否真的已经下定决心让丁隐去炼化赤魂师？我蜀山千年镇守赤魂师，虽保他一时安宁，可这天下抢夺赤魂师之心却千年不息，就算没有绿袍，也会有其他有野心之人对他虎视眈眈。要想根除赤魂师之患，唯有将他彻底炼化，根除魔性。可是炼化赤魂石风险很大，就连掌门师兄你都没有任何的把握，我是担心万一丁隐他承受不住考验呢。当日在阴风谷，我冒险传给丁隐血影神功四句口诀，没想到的是他居然克服了心魔，将噬魂石之力化为己用。就是他这番表现让我觉得他身上有成功的希望。我能明白掌门的用心，一切皆有定数，也许这就是丁隐和我蜀山之间的缘分。凡事不破不立，为了蜀山，为了天下，我愿意相信丁隐这一次。而诸位长老之中，那百草脾气古怪，不以为是，吾我要帮我打理蜀山的树屋，我怕他无暇分身。妙一嘛，生性淡薄，我又怕他管教不严。就只有你内心赤诚，我觉得由你来做丁隐的师父最为合适。小如明白，我定当悉心教导丁隐，绝不辜负掌门所托。我永远带在身上。对了，你脸上的伤好了吗？你看，涂了你送给我的药啊，现在已经好多了。哎，大师兄，你知道吗？这个丁隐啊，现在已经拜了小如真人为师，连妙一师伯都替他求情呢。掌门答应教他武功吗？爹亲口答应的。这个丁隐不知道给爹灌了什么迷魂汤，爹现在啊，竟护着他，却让你一个人在这里受罚。子英，师父他没有偏心，他让我来剑灵峰是为了静心修炼的。你看这几天我的剑术不也小有成就了？大师兄，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丁隐他身上怀有赤魂石，现在又是咱们蜀山弟子，那就很有可能也有当上掌门的资格呀。爹现在这么宠他，你说万一
将来把属于你的掌门之位传给他怎么办呀？子英，师父他没有这个意思。哎，你。为师失望，弟子这才明白师父让弟子来此受罚的良苦用心。晨儿，你之前心浮气躁，为师不得不用此方法磨练你的心智，现在这把剑已经任你为主，从今往后这把龙潭古剑就属于你了。多谢师父。来，大师兄，你没受伤吧？爹，大师兄都这么厉害了，您就别生气了啊。我若是生气的话，又怎么会让他来寻赐古剑呢？晨儿，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意丁隐的事情，不过与其防着别人，不如集中精力提高自己的修为。为师说过，你是我最器重的弟子，蜀山的未来还要靠你，切记任重道远，莫忘初心呐。弟子明白。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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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啊，不好意思，真的打错了，真的打错了，不好意思。错了？你确定是打错了？啊，我确定。哎，啊，哦，啊，小张，小张，你没事吧？嘿，怎么样，还是打不过我吧？打不过，打不过。来，起来，休息一会儿。嘿，没事吧？没事。丁师弟，还真勤奋啊。原来是点苍风的何师兄、苏师兄啊。哼，幸会啊。我们奉师父之命来栖霞峰送点东西，听到这边有人练习，就过来凑个热闹。哦，哎，师兄，掌门如此抬爱这个丁师弟，为什么只给他一根木棍？宝剑赠英雄，丁师弟刚入门没多久，掌门也是怕他受到伤害，自然用的是木棍。用木棍怎么了？用木棍最起码丁大哥打败过绿袍，而你们俩打败过谁啊？你小张，没有，我我入门没多久，在剑术上面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二位师兄，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时间？那就看好了。